劝修净土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89首。山岳清明，瞥眼过，伤心无挪是愁河。满城风雨歌声少，十里山坟哭响多。早趁再生修净业，莫教临死怨阎罗。故乡春色还常在，想见芙蓉出绿波。好，醒安大师劝修净土诗，一共108首，分6个层次展开。第一个层次是标举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来起信。第二个结构段是破斥一般人的情执来破疑生信。第三是从修行的功夫来说，彻净念佛莫蹉跎岁月。第四个层次是劝勉社会各界人士士农工商都要来念佛。第五个层次就是现在要讲的恒时运想智怀，就是要把念佛呢贯穿在我们生活的一切时一切处里面。恒时就是哪个时辰都好念佛。前面已经谈了一至十二个时辰，12个时辰念佛有它跟那个时辰相关的特质的心态和念佛的这种觉受。其次就谈一年12个月，也是叫平约智怀，一约一月的来怀想净土。那前面已经介绍了一约二月，这个约都是以农历来计算的。那这一首就谈到三月，给出的一个题目是预拌之粮，预先拌好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拿到船票的。醒安大师一则具有净土的情怀，二则对世间的学问也非常的通达，所以他能够融会贯通的把世间的季节的特点跟一个念佛行人的那种特有的宗教情怀柔合起来说。三月，农历的三月就是我们阳历的四月份了。在这个三月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就是清明节。那清明节就是祭祀祖先了。清明节的历史呢，已经从周代就开始了，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清明这个是指三月份那个春分之后
万物生长清净明洁的状态。所以春季的最后一段呢，有时候叫祭春那就表明这个季节的那种清净明洁的状态。好，三月清明瞥眼过时间流水瞥眼就是瞬间很快就过去了。但在三月份特别的提出清明其实在民俗里面三月还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踏青植树放风筝荡千秋这些都是三月份民俗当中比较做的，但这里特别标显出扫墓那这个扫墓就有生命的关怀在里面了，也有慎终追远的明德归后的这样的教化作用了。好，那这个清明节既是祖先对生命的哀伤，这叫伤心无罗。你感伤的心是无可奈何的，或者是无限的这种忧愁。当我们祭祀祖先的时候，想想在坟墓里面，不久自己也是坟墓的一员了。生老病死，每个人都要面对。那这个季节，大家满城风雨歌声少，是由于祭祀祖先这一念的哀悼的心，就不能去搞娱乐活动了，叫歌声少。而就在这个季节往往伴随着人的忧伤的心，常常会起风下雨凄风苦雨这都是外面的景物跟人的心情是相应的，这就满城风雨歌声少歌声少。这一天干什么去呢？十里山坟哭响多，山间有很多的坟墓，面积之大，广延十里之长，那都是一个一个坟墓。那家家户户在自己的祖先的坟墓面前要祭祀带上一些食品、水果、鲜花酒食还要烧一些纸钱金箔根据祖先生前爱好什么物品要去烧纸钱也是烧得越多越好。可能在一般人眼里好像这是挺迷信的，大家要知道周朝它是中国人文文化非常鼎盛的时期，留下的完备的周礼它是天人合一的文化表现了。
那是大智慧的圣人制定的，这叫周公治理呀。那孔子对周公都是赞叹不已啊，这不是一般人啊。所以你可千万不要认为是迷信了，这种有深刻的生命的东西在里面，不仅表达你一份孝心，你的祖先如果在轮回的过程当中他还在轨道里面的话，你烧的纸钱他能接得到的，你烧的纸钱他马上就有钱用了，他就可以到商店去买很多他急需的东西了，你一点钱都不烧他就是穷鬼啊。所以轮回里面，如果你的祖先到了天上或者到了人间，倒是你烧纸钱他收不到，但是轨道里面你烧的纸钱、纸船、纸房子啊、纸衣服，他能收得到的，他是能派上用场的。你不要轻易指责他是迷信了，这恰好你自己太无知了。清明节又叫寒食节，就清明前的前一天要禁火。禁火是什么？寒食节，这又跟春秋时候的一个故事相关。就晋国有个晋文公早年呢，他没有登上这个位置之前，他是从耳呀，就流亡国外。那是流亡19年了，有些他的臣子就追随他，追随19年了，最后终于回到晋国，登上诸侯国君位，成为晋文公。这是个在春秋也算是霸主了，齐桓公做过诸侯的霸主，以后他衰败之后就是晋国崛起，晋文公成为诸侯的霸主。当时回国之后，他就要奖赏那些跟随他的这批人，一一都得到奖赏。其中有一个叫介子推，他是非常耿直也很忠的一个人，但是非常的清高。介子推呢，就他是本着一个诚实的心追随晋文公，从来没有想到要回报的。当他看到同僚那些人一回来就要想到回报的话，他不以为然。他有句著名话，不要贪天之功为己有。晋文公就是上天让他历尽折磨要到这个位置上的，这是上天的大功，我们这些追随者你不要贪天之功为己有，做你应该做的，做完了你不要去打妄想。那在这个奖赏的时候，介子推就往后走嘛，这个服国之后他就上朝一天，其他时间都推病在家。所以晋文公在奖赏这个大臣的时候就把他给忘了。晋文公是一个很开明的君主，也很大气的，他也怕忘，就列开了一个榜，如果还没有奖赏到的有遗漏的可以报上来。因为他刚接国君位置百废待兴了，那事情很多他可能会遗忘。介子推就不去，甚至他的有个贤母
那贤母觉得你既能清高不去，也就可以更清高一点，住在山里去。正宗下怀，他背着他的老母亲，到了一个叫绵山这个地方，啊，到那个绵山的深谷里面隐居去了。还是介子推的一个朋友，他看到晋文公选榜要奖赏功臣，哎，就写了首寄语啊，就谈到啊，皎皎神农，就把这个晋文公作为龙，其他跟随人作为蛇。介子推他的忠心耿耿到什么程度？晋文公流亡19年，非常的艰难呐、啊，啊，饥寒交迫呀，就在魏国那地方，没得吃的，啊，饥饿的要待毙了，快饿死的情况。那介子推就把自己的骨肉啊，屁股上的肉割下来烤熟了，这个给主公享用了。你凭着这一点，他也能得奖赏吧？哎，这个介子推离开了，住在山里去了。那这个晋文公就要一定要找他出来。结果到山里啊，他整个山走遍了找不到。找不到呢，那晋文公说，我一定要让他出来啊，这个要奖赏他，要么他内心不安呢、啊、他功劳很大呀。他就想那个主意，他说这个介子推是一个孝子，我放火烧山他就会出来。他们都认为放火烧山他就出来。好，结果左右四方一放火啊，烧到3天3夜，没有看到介子推出来啊。那就等火熄了之后，又那整个山都烧焦了。结果才发现介子推跟他的老母亲就在火过来的时候就不出去，烧死在一棵枯柳树下。那这时候晋文公非常的后悔呀、啊、追悔呀、啊、为了纪念，这座山都变成现在就改为介山，还为他立祠堂祭祀他，然后就把这个烧死介子推的那一天，就是清明前夕，就是禁火禁烟啊，以示这种怀念介子推的这种心情。所以清明节又叫寒食节啊。那山西一带这个就原来是一个月都不举火的，可能以后变成就是5天3天，毕竟还是要顺应社会嘛。那至少清明前一天是寒食，不举火，家家户户都插柳啊，好像要招介子推的魂过来一样啊。清明节还伴随着这么一个故事，中国先民的那种气节，那种孝心。十里山坟哭响多哭啊，哭泣的响声那是啊，连成一片的。所以这个生老病死啊，自古迄今都是每个人要思维的重大问题，死亡。那
佛教正是要面对这个生命的问题，要解决这个生命的问题，要认知死的当下还有一个不死的东西，那不死的东西让它安立在什么地方，这就是解脱道要解决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怎么安顿，怎么不在三界的这种轮回里面，尤其面对清明大家祭祀啊，坟墓连成一片的状态啊，马上要把自己摆进去，我们不能糊涂生糊涂死，不能仅仅临命终时啊无可奈何就断口气，自己死亡不能做主啊，断口气啊，两手一伸，呜呼哀哉啊，子女披毛戴孝给你扛到山里，又挖个坟埋进去，还要从家里扛过来啊，这都是我们很无奈的状态。你看弥勒菩萨下生经讲，弥勒菩萨那个时候的众生，他生死能够捉得了主，他捉住什么，他知道自己哪一天会死，提前在山林里面自己建好一个坟墓啊，那个坟墓带圆形的，还有一点塔的样子，然后开个门很洁净啊，那这个老人坐在门口，他的子孙后代来送他，子孙后代跟他啊礼拜，他也叮嘱后事，好像告别啊，告别的就当叫子孙后代回家，他就进入那个塔里面，把门一关，哎，在那里禅坐，就能到他发愿去的哪个刹土里面去。你看他那个时候对生死问题他能够把握，很主动，我们很被动，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不知道以什么方式死啊，还很不想死啊，很不想死又必须要死，哎呀。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性安顿在西方极乐世界，不在这个三界轮回了。所以这就早趁再生修净业，莫教临死愿阎罗，就是趁自己身体还健康啊，四肢还能活动啊，还没有得痴呆症，还没有遗亡，现在老年人得痴呆症的比例太高了啊，等他自己的子孙后代在门口都认不清楚，还要问你是谁呀，这时候再让他念佛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啊，所以一定要在自己的思维清楚身体健康的时候赶紧修行往生极乐世界的净业啊，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在临命终时到阎罗王那去了。如果你不修净业，不预先获得往生的资粮的话，那你逃不脱阎罗王的手掌心。阎罗王是主管生命轮回的，你命数到了，阎罗王就会发个签，那几个鬼族就会来把你的魂勾走。
不是说你不想走就可以的。这个阎罗王铁面无私的啊，他叫你三根要走，你是留不下五根的。你也不可能那个鬼君来了，他是很忠于职守的，你说给他一个大红包就能让你留下来，那也很难贿赂的啊。鬼族来了，他会带一个棒子，一个他一勾，他你的魂就走了。但是生命力很旺盛的人，他会抗拒，这抗拒的话可能一棒下去把你先打昏再说，他把勾走啊。那有的很强壮的，这两个鬼族还对付不了，那阎罗王可能在阳间找两个人来兼职啊，这就走阴了啊。一般就四个人去，四个鬼族去把这个魂勾走。那一勾走到阎罗王那去，你这时候不要埋怨呢，一般人会埋怨你叫我来为什么提前不发个信呢啊。这个阎罗王这时候要审判他，会把那个档案卷翻出来，做的一生，这一生做了多少恶事，做了多少善事啊，一说的话他会狡辩，我没有做这个恶事啊，我没有抢银行啊，我没有怎么样啊。但是这是狡辩不了的。那阎罗王的殿堂有一面镜子叫掖镜，你站在那个镜子面前，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就像拷贝演电影一样的全面呈现出来。这时候他不得不低头认罪了啊。所以阎罗王要你到哪一道去是自己的业力的决定的，你也不要去埋怨阎罗王，你怎么让我到畜生道去呢啊，你欠人家债不还啊，你不到畜生道去到哪道去呢？那皮毛带脚环呢啊，这些都是业力的相应的感应。故乡春色还常在，想见芙蓉处绿波。当我们每年在山里的坟墓面前哭泣祭祀祖先的时候，你当下有一念想到极乐世界才是我们的故乡，在这个轮回的客栈里面，我们生生世世死亡的骨头堆起来比喜马拉雅山还高啊。所以我们要回想故乡，故乡是春色啊，比这个世间的春色更是明媚呀，而且永恒啊。气温啊不会有变化呀啊，所以极乐世界的春色永恒的存在，它不会变异。好，那这一念是给我们一种终极关怀非常慰藉的一念。我们的生命就怕没有愿景，就怕死了什么都没有，那种断灭见，死了什么都没有，他才会绝望，他才会痛苦，他才会怕死，他才会不择手段，哪怕延长一日一时的生命。如果我们想到这一期的死的当下有一个辉煌的诞生，会有一个故乡的
春色在等待着我们，我们这一念就是充满着乐观的、欢喜的、光明的。啊，由这个光明的心里面，我们也欢喜地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佛在我的内心在加持我，我在佛的心里在细念佛，母子天性相关，当下这一念就能穿越到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去，在这七宝池里面就诞生了这朵荷花，芙蓉就是荷花，这个荷花标上了你的名字，这个荷花已经长得越来越好，它长出了水面，簇绿波，极乐世界七宝池那个水波是澄清的、碧绿的，是七宝的水啊。那这个荷花一定要长出来，长在虚空里面，就好像我们世间的莲花，如果它长不出来，跟那个水，尤其跟那个泥巴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不行。这叫同流合污啊！这个莲花代表我们正觉的佛性，这个污泥浊水代表我们的烦恼。你一定要从烦恼里面能够出来，长在虚空里面，才能绽放莲花本有的清香。哎，当下那个污泥浊水的，也成了这朵莲花的养料。你越污泥浊水，这个莲花长得越灿烂、越健壮，香气四溢啊。所以我们念佛这一念的心到了极乐世界，它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念佛的功夫产生了一个正相关。我们用悲痛心去念，惭愧心去念，感恩心去念，欢喜心去念，哎，念的这个心花就是我们的自信的莲花，它就长到虚空里面来了啊，长到虚空里面就是烦恼即菩提了。那往生也就决定了啊，所以我们七天的念佛就要使我们的芙蓉簇绿波的这么一个美好的佛事啊。南无阿弥陀佛。